下，建议你生辰吧，把几番春秋冬夏，一碗碧水一段春夏，春夏怎奈金戈铁马，一壶冷酒生牵挂，牵挂醉满狂沙，谁道此心暗处是无相，我心暗处在你身旁，谁年前愁旧恨且想我，热泪抹怨西风凉，谁叹相逢离散梦一场，披剑执锐终不忘，谁问滔滔江水去向何方，执手天涯共逐庄主，这两把刀就是新破解的素铁法锻造的。大哥。有了素铁法，我们一统江湖指日可待。干得好。大庄主，我已经打探清楚了，最近陈子深会去东边。性质啊！你，王府殿下，你赶快走！快走！应该考虑换一些人保护你了。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要灭掉陈氏一族。那你陈子琛开刀再合适不过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想要夺走属于你的一切。你不过是区区江湖势力，又如何与我朝数十万大军抗衡？带上来。
朝廷的加州。不瞒你说，这把刀就是我根据海天一色里的素铁法锻造出来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不止如此，宇文芷还会率兵由北而下，两面夹击，你们怎么能守得住呢？当初是你们陈家断了萧家的后路，现在该由我来断你们陈家的后路。庄主，南陵郡乃是那健康的南边守卫之城，如果我们攻下南陵，那么攻下健康便是指日可待。你即刻派人去南陵郡探查。是。报。大庄主，这是七庄主命人用素铁法为您打造的新铁勺。回庄主，我们已经按照铁匠的原始手稿重新锻造兵器，经过了多次试验，终于确定了真正的素铁法，现在正在加紧赶制兵器。洛天光这只狗看来是养不熟了。多亏大庄主您命我对那名自称杀死了铁匠的叛徒严刑逼供，我这才发现全都是陆天矿的阴谋。当时我紧急查看了一下铁匠的房间，果然发现了原始的手稿，对比之下才发现我们的手稿被人篡改了材料的用量，这才导致我们之前所有的兵刃都不经打。陆天矿如此偷梁换柱，目的就是想让我做法自毙，只可惜他的道行还差得远。庄主，那我们该如何处置陆天矿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就用他给我们的素铁法打造一副铁爪，偷偷送给他。是。不知道你们秘密见我所为何事啊？这次我们来是想告诉你，宇文芷即将谋朝篡位。你们是听谁说的？有何证据啊？大人请看，这上面记载了宇文芷密见雍州兵马总管赵将军的所有罪证。据说他近日联合了地煞之首沈天树有所动作，我们猜应该是要发起战争。哼，这个宇文芷他竟会胆大到想要谋朝篡位。宇文芷这个小人之前陷害我爹说他是奸细，后来又杀害我吴家几十口人，我和他的仇不共戴天，还请大人尽快帮我们想想办法。吴将军一腔热血恨不得为国捐躯，竟被诬陷得如此下场。楚楚姑娘请放心，我即刻回朝向皇上禀明此事，必将他绳之以法。多谢大人。多谢郭忠诚了。这是解密伞，
吃了它，可以保证大家两个时辰内不受我的迷烟影响。一起送去南门，快！沈天硕，沈天硕，估计你到死也不会想到，最后这地煞山庄的庄主，竟然是我陆天旷！的人正在宫门，车，你怎么用？义兄，对不起，别在这上演兄弟情深了。失去至亲的痛苦，今天让你们加倍奉还。痴人说梦。不值得你浪费时间，这里交给我。
年在黑牢里因为半块饼留了你一命，倒是没料到最终会有这么一天。别废话了，多说两句也不会让你晚死一会儿。不自量力，双刀一剑枯荣手一大半都死于我地煞山庄之手，如今我霸业将成，你一个小丫头拦不住我。你哪来的什么霸业？不过是一群恶犬抱团作恶。沈天树，你无耻无德，可比可笑，一副小人做派还想得天下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你以为你什么东西啊？你本是个武学奇才，但可惜了，不为我所用，那就留不得你了。
的阿斐啊，好端端的仙女下凡，却偏偏回回都要在刀尖上滚血。要不，我再努力努力，让我们家阿斐做个皇妃如何？算了，我还是做回我的男刀吧。杀罪大恶极，今日被男刀除了，好日子来了，乡亲们！哎，锦荣。怎么起来了？同名大师不是说过吗？啊，不能自己下床的，快坐快坐。倒碗茶喝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可以走动了。那也得好好休息。想孩子吗？想回去看看。回去就回去吧。啊，大师。大师。大师，我的身体是可以回去了吗？当然可以。哎，你们回去以后遇到我那徒儿，让他没事儿多回来回来。我这年纪大了，久了没见，还真是有些挂念他呀。嗯，知道了。嗯，大师，锦荣的命是您救的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相见，请受一堂一拜。哎，千万不要客气，快请起。山水永存，只要有缘，我们一定会相见。嗯，你说。阿言，还是你说吧。哥，我想去南疆。南疆？吃饱了撑的吧？跑那么远干什么？我跟杨黑炭说好了。不行，你还这么小，干什么都不行，笨头笨脑的，不安全。哎呀，哥，虽然我不如你和阿斐能独当一面，但我也不小了，而且现在我武功一般人是打不过我的，还有杨黑炭陪着我，不会出什么差错的。对，我绝对不会让阿言受到一丁点伤害，我保证。好吧，女大不中留，既然想好了，你们就去吧。不过你记着啊，多给家里写点信。嗯，放心吧。吃多点，穿暖点。嗯。嗯。照顾好我妹妹，要是少一根头发，我把你这把刀塞你肚子里。行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哥，我会想你的，哥。
他真的同意了。你个大怂包，不是说好你说的吗？我害羞嘛。楚楚，嗯，你在做什么？这段时间我都在山上整理武功典籍，好不容易现在天下太平了，我想下山去找找看有没有遗漏的秘籍，这样也可以带回来整理成册。你怎么也要下山啊？还有谁要下山去啊？还有阿言，非要跟杨戬去什么南疆看看。你们怎么都要走啊？嗯，嗯，你生气啦？你看你这委屈的小眼神，我骗你的。我跟那些前辈都说好了，他们会把秘籍送到这儿，我就不用下山了。真的假的？嗯。你以后少跟那个李岩还有周匪一块玩。你现在啊？那不行，我还是要跟他们一块玩。我跟他们，你只能选一啊，你选一个。嗯。哦，我书还没晒呢。之前的残局被破坏了，我还是花了好长时间才把这棋局复原的，但是还是有些差漏，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我苦思冥想都破不了的棋局，没想到竟如此简单。伯父，这是已经解开的棋局。旧局本无错，错的是我这个一直缠绵着过去、执迷不悟的人。在这方面啊，你要看得比我更加通透。我早就应该放弃旧局，往前看。之后，安平就要如何？战事既已平，让将士们回家，守护百姓，平息战事，当然好。宇文芷也因为阴谋反叛，已被皇帝处死了。此人狼子野心，也是早晚的事情。对了，沈天树手下那些人和大药谷村民们现在如何了？村民们已经被救回到大药谷了。沈天树的手下被当朝收编。但愿这太平日子可以久一点。我这丫头倔，以后可要多担待点啊。大家稍等，我们一个一个来。是啊，这没什么大问题，回去注意休息。
二位是在这山上采药的吗？不知这太白山上是否住着一位叫孙思邈的名医？您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上走，路过一片竹林，您就能看见孙神医那个草屋了。您是来找孙神医看病的吧？那倒不是，只是有样东西要送给他。多谢二位指点。请问阁下是齐吴怀文吗？在下正是。终于找到你了，阁下可谓是声名远播。这是南刀周大侠和谢大侠赠给你的素铁法。我早已闻听此书记录锻铁秘术，能够打造出更好更坚韧的铁器。有了此书，我相信很多眼前的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在想，王公一生煞费苦心，无非是想要一个国泰民安的好世道。如今天下安定，百废待兴，也算是一种殊途同归吧。但愿之后再无纷争，百姓都能安居乐业。多谢吴姑娘，甚至有礼，我等先行告辞。告辞，慢走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，走。好，是吧？对。吴姑娘，我们带来一些武学典籍，望吴姑娘帮忙研究研究。李师兄，蜀道安庄那边传来消息，说近日在蜀道南侧那边有十几个匪徒时常打家劫舍。山下百姓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四十八寨的事情。你去回信给安庄，今日我会派寨中弟子去帮他们教训这帮小贼。是。阿胜，楚楚，这么热的天，怎么跑来这儿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我听说你四方发帖，好像在今年中秋要办个以武会友的集会，是吧？没错，这些日子你收集流落各派的典籍颇有成效，我也想借此机会召集大家过来喝杯薄酒，顺便叙叙新朋旧友。那半个江湖的人都要来？可能是最近武林上真的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，大家也闲来无聊吧。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我这还有一部分典籍还没弄完呢，这怎么办呀？我可以帮你啊，平日里我也没有什么事情，最近也没什么麻烦。
别反悔啊。给李大师兄送到他的书房去。是。那就多谢李大师兄了。阿斐，你哥来信了，说是要给楚楚姑娘在柳家庄开一个以武会友的集会。啊？这事闹得挺大的，估计你哥有点发慌，才想起叫你这把男刀去给他撑撑场子吧。阿斐，你去吗？嗯，他们俩的事儿我得去啊，反正离得也不远。中原武林这潭死水，你该否极泰来了。你哥心机手腕，出身背景一样不差，更难得为人谦逊，不把自己当回事儿，在老一辈里面人望很高的，大家都捧着他。恐怕这回，怕是武林个人有意推波助澜。就他？你哥如今的武功，虽然跟那老一辈的武林高手们比不上，但是在年轻一代里。也算凤毛麟角了，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一打就死的文弱书生了？哎呀，怪不得这正是年轻气盛的年纪，却总有一股不把自己当回事的超凡气质。哎呀，原来从小生活在这么险峻的环境中啊。我还是多找几个人去给他壮壮胆，真是麻烦。那可不是嘛，钟吕侠与内无双，天下无敌。我早知道钟吕侠最后能便宜我，当年夜闯洗墨江的时候，一定打扮得再漂亮一点，轻功也能再飘一些。不过就是见个水草精，打扮那么漂亮干嘛？嗯，勾引其他姑娘。哎，小生提了六次亲，被你爹娘软硬钉子喂了十二颗，生生的嚼出了一口甜嘴钢牙。胡言！哎，阿斐，你要是再欺负我，我明日就写一出男刀转去，告诉天下的武林人，啊，周大侠就殴打文弱书生。你敢？阿飞，这样，我们先去柳家庄看望热闹，我再带你去健康玩，好不好？等过了冬，我们再去看新草和嫩芽。你一天天一点正事儿都没有，就知道玩。我们还可以花大价钱买几个小羊羔，就地烤，外焦里嫩，根本不用放很多香料。少许一点盐，滋味无穷。那给我娘写封信，跟她说一声。好，走。鱼钱在渊。祸在于主，祸在于主。乐比之缘，这只可厉害了，打了七八次架，一次也没输。我不怕你，反正你输了给我买糖吃。余钱在渊，余钱在渊。哦，哇，这么大。谢先生，你这是哪里来的？这么大，这是罕见的虎头蛐蛐吗？看起来真威猛。哟，眼力不错，正是虎头蛐蛐。哎，你们要是谁学习好，我就把它送给谁。但是我就一只，成绩优异者先得。我刚怎么说的？还不坐好？这还差不多。鹤鸣于九高，鹤鸣于
九高。声闻于野。声闻于野。于前在渊。于前在渊。或在于主。或在于主。瞻彼其玉。瞻彼其玉。绿竹依依。绿竹依依。有匪君子。有匪君子。如切如磋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如琢如磨，色兮现兮，色兮现兮，恶兮喧兮，恶兮喧兮，我替你踏遍天涯，有匪君子，无为为将军，为女人把热血洒。终不可喧兮，终不可喧兮。既然只是飘到哪里才是家，不如让我。昨日种种，留在眼前，一切却早已恍如隔世了。阿斐，我何其有幸，能在这乱世之间。万人之中遇上了你。如果能见到过去的自己，我其实很想告诉他，终有一天你会跨过静谧无声的洗墨江，离开群山环抱的旧桃源，来到无边阴霾的夜空之下，你会目睹无数不可攀爬之山相继倾覆，不可逾越之海干涸成田。你要记得，你的命运悬在刀尖上，而刀尖须得永远向前。星河随水流聚散，岁岁新年坠落船，此生既有了这牵绊，我怎好独自安然。还没带你纵横青山，还没将你的发亲吻，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纠缠，牵你那把刀还没还。把热血洒，管他又是谁的天下。既然只是飘到哪里才是家，不如让我把你融化。当春天让无心却化作前世的铠甲。